咪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学打蝴蝶结。那先打一个什么？蝴蝶。然后呢？它一个耳朵，但是这个不要加太短。这样子就不许打蝴蝶结了。蝴蝶结一个蝴蝶，好像都有结的嘛。对。所以他们都是好朋友，还有死结也是。好可爱呀！要这些，我们要用两只耳朵啦，它就可以不见了。成功了，对不对？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